如果我所料不错，现在你的袖中就藏着一柄短剑。真的是他！你明知我的身份，竟仍然要行此恶逆之举，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怎么样，你不想说点什么？ 我没什么可说的。刚才我们进寺之时，周围有很多双眼睛都在暗中监视，那些人都是内卫吧？怎么，你还不说实话？什么？狄大人，你说的很对。 本来我并不想这样对你，但既然你已知真情，就只能在这里安度余生了。这，叔父，怎么办呢？如燕呐，稍安勿躁啊！既然已经身陷囹圄，也只好泰然处之。 可是，大人，我明白了。当净空得知法能为蛇灵替换，害怕此处的机关已漏，便暗中告知皇帝，皇帝这才派内卫前来将神秘人物转移。嗯，正是如此。那么，关押在此处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竟致皇帝和内卫如此紧张。
这好像是一座水闸。水闸？嗯。这两条对角线是为了计算出方体的中心点，利用水的浮力制成一个巨大的浮力漂，来控制闸门的开关。一旦水流达到了规定的流量，触动中心点的浮力漂，闸门便自动的开启。大人，这有什么用啊？就是啊，难道这牢中之人要去修水渠？我想这几张图纸不过是一个大工程当中的一小部分，要想了解事实真相，恐怕首先要揭破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份，这内中另有玄机。二位叔叔，陆爷，嗯，元芳，你们二人到殿外等候。啊，大人，你哎，料也无妨。小心啊，大人。嗯，去吧。嗯。臣狄仁杰参见陛下。陛下，你知道吗？
今日之事如果换作其他人，肯定会老死在这寒光寺的地牢之中。天恩浩大，臣感激涕零。你怎么知道朕在寒光寺？那些盯梢的内卫、僧职净空的表现，还有就是日前陛下在上阳宫中的态度。朕已下旨命尔等不要再调查此事，你竟然公然抗旨，暗中谋查。怀英，此事你让朕怎么处置？陛下，臣不敢巧言脱罪，只是恳请陛下允臣击破蛇灵逆党之后再行处置。自你昨日离开上阳宫，朕就知道你绝不会善罢甘休。朕了解你，更了解你的能力。于是今日清晨，朕便率内卫微服入寺，一来是监督内卫清除寺中所有痕迹，二来朕也要亲自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是，陛下，这枚金符是臣在内卫府大阁领黄圣彦的尸体上发现的，想来是陛下交予他作为提取神秘人物的证明之用吧。欢迎啊，你为什么非要知道真相呢？难道没听说过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陛下，臣并不是个喜欢究微探秘的好事之人，然而这个神秘人物关乎蛇灵巨案，臣是不得不查呀。难道陛下还没有发现发生在寒光寺中的刺驾案与关押在地牢中的神秘人物有着紧密的关联？哦，十几天前蛇灵逆党便派奸细混入寺中，以易容术换掉了看守神秘人物的内卫法能。此事陛下定然已经得到了净空的密报。不错，当假法能经多日探查终于找到地牢的位置，并将此情绘成图纸，正准备传送给他的上峰血灵时，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蛇灵逆党已经改变了计划。他们一面准备刺驾，一面将假法能从潜伏者变成了一块敲门用的砖石。什么意思？陛下知道蛇灵逆渠萧清芳曾任内卫府大阁领，对您对微臣都是相当熟悉，他们故意在陛下进香之前一天因牵牛卫找到了真法能的尸体，他们知道桓斌定会将此事向我禀报，而我更是一定要追查到底。果然我率桓斌、元芳揭破真相，挖出了假法能。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后，心中定然是万分震惊吧。嗯。而第二天便发生了刺驾之事，其实此事在几天前便已走漏风声，为李元芳侦知。按常理讲，既然消息泄露，计划便该停止，可为什么他们千方百计要令刺驾之事成行呢？为什么？因为刺驾之事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哦，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时便已经明白，假法能肯定是冲着那个神秘人物而来的，因此您的心中感到非常不安。臣说的没错吧？是。而第二天
又发生了刺驾之事，这就令陛下心中越发的惕然心惊，令您深深的感觉到寒光寺中的秘密已经彻底泄露，原本非常安全的寒光寺已经变成了是非之地，所以必须要将地牢中的神秘人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正中了蛇灵逆党的奸计。他们这一番苦心策划，就是为了要令陛下心怀犹疑，引您先动起来，他们才好在暗中下手救出那个神秘人物。果然，刺驾案发生的当天夜里，您就密旨黄圣彦到寺中将神秘人物转移到神都，而蛇灵逆党的线人则早已埋伏在寒光寺周围，一见黄圣彦率内卫到来，便立即传信给潜伏在附近的杀手，在归路设伏，全歼内卫，救走了那个神秘人物。事情竟然是这样，这群该死的逆贼真是罪不容诛。陛下，以目前的状况来看，那个神秘人物的身份已成为本案的核心，此事不明，蛇灵行动的动机动向便很难捉摸，破案更无从谈起，这就是臣锲而不舍追查此事的原因。他就是朕的老师袁天罡。袁天罡，司天监监正袁天罡。正是。这块朱果金符便是当年朕将袁天罡关押在此的密证。可陛下，这袁天罡不是早在十多年前便被陛下下旨处死了吗？怀英啊，你可知道朕当年下旨处死袁天罡的真正原因吗？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术数占卜及各种左道旁门，当年朕为皇后之时对他非常倚重，将司天监交予了他。当年洛河泾县神秘八卦碑上书神都洛阳，此事令举朝震惊，万众瞩目，这才致使朕于三年之后敕银亿万迁都洛阳。不错，据说那块神石之上说陛下是弥勒转世，当定位于坤，而洛阳在坤，这才有了陛下弃西京长安定神都洛阳。是啊是啊，可那是上天降诏，与袁天罡何干呢？什么上天降诏，弥勒转世，那都是假的。什么？假的？那都是袁天罡以天文历法推算出洛河涨水的时辰及大漩涡的位置，而后命人将巨石雕凿成器，按大漩涡的位置将巨石沉入河底，果然几天后的午时，
当时巨石立于水面之上，竟达两个时辰之久。目睹此事的王公大臣及众百姓万分震惊，都认为是上天降诏。这都是袁天罡一手炮制的？正是。原来这件令举世震惊的大事竟然是假的，可陛下却因此冒天下不韪，弃宗庙之地。是啊，看来这个袁天罡真是了不起呀。迁都后朕对他更加信任，然而袁天罡却在暗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首先将大批亲信派入神都各个衙门充任要职，然后又派亲信进入内卫府中。此事令朕悸然心惊，于是派人查查。一年之后，朕得到确实回奏，洛河鲜卑乃子虚乌有。可此贼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才要做此惊天的圈套呢？至今朕也不明白。然当时朕想，一旦袁天罡将鲜卑造假之事散播出去，朕的尊严何在？朝廷的尊严何在？朕还有何面目对朝中大臣？有何面目对天下百姓？他骗朕迁都，目的之一就是要派大批亲信入朝。他到底要做什么？此贼妖人也，危害社稷，祸乱天下，罪不容诛啊！这些年朕一直想知道袁天罡这样做的真正目的。那陛下，您有什么收获吗？不要急，听朕慢慢道来。是。此事败露以后，朕便命人监视袁天罡。果然几个月后，朕得到内卫府密报，说袁天罡及其亲信暗中联络一批心怀叵测的流人，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伙，名叫蛇灵。什么？是袁天罡创建了蛇灵组织？正是。哦，我说这些蛇灵逆党为什么如此处心积虑要将此贼救出，原来竟是这样。是啊。接到密报后，朕便立即下旨，命内卫府阁领萧清芳拘押袁天罡，并率内卫清剿蛇灵。萧清芳？正是。一个月后，萧清芳回朝奏报说蛇灵已被彻底击破，逆魁受首。当时朕非常高兴，重赏了他，并擢其为内卫府大阁领。陛下，这可真说得上是所托非人呢。是啊，朕万万没有想到萧清芳竟然也是袁天罡的亲信。直到去年崇州案时，这个逆贼才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我想当年萧清芳奉旨清剿蛇灵，定然是在暗中将蛇灵总坛转移，悄然蛰伏，待机而动。这十余年，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壮大，终于酿成了今日之祸。是啊。陛下，您还是说说袁天罡吧。当时袁天罡被缉拿，朕严词诘问，可他却一言不发。朕盛怒之下，下诏将其悬首高阶，弃尸东市。可是没有想到，在朕临走之时，他说出一句话，令朕改变了主意。来人呐！在。立刻传旨，明日午时，将袁天罡申送东市，坐其三族，一概一灭。陛下，陛下，你胜也落水，衰也落水。什么意思？
十年之后，陛下自知啊。你这是恐吓于朕吗？陛下，臣的占卜之法贯通天下，十人皆喜之，这一点为陛下所知，不假臣一二谈也。而在此之前，臣占卜之事有哪一桩哪一件未曾应验，陛下说得出吗？这十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到那时，神都道观庙堂倾覆，必将危及皇帝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天机不可泄露，要解此事，唯有以臣的性命来取换。陛下可要想好啊。因为此事，朕留下了他的性命。陛下，这等妖孽之言怎能信以为真？连洛河献碑之事都可以造假，更不要说十年后的事情了。怀英，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对天象的占卜非常准确，不由朕不信呢。你了解朕，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而今，袁天罡所说十年之限已到，而他偏偏在此时被劫，这难道不奇怪吗？为了让袁天罡说出意事，当时朕命人在邙山脚下修建了这座寒光寺，在后园的舍利塔下建起了地牢，将袁天罡关押在内。什么？这座寺院是专为关押袁天罡而建？正是。寺院建成后，朕命内卫府派遣内卫轮流化妆进寺把守，因此寺中有一半僧侣是内卫。然而真正的知情人却只有净空和法能五人，可没有想到竟然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真是天不佑朕呐。陛下，臣隐隐地感觉到袁天罡与蛇灵逆党正在孕育着一个巨大的阴谋，而且直觉告诉臣，他们的黑手已经伸到了我们居住的洛阳。哦，事不我语，要尽快行动。首先是要查清蛇灵的阴谋，否则一场惊天大祸不久便将到来。落轿。小慧，小慧，小慧，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小慧，啊，是你啊！你怎么这副打扮？怎么，这样不好吗？嗯？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小慧，这房子怎么了？为什么把家具搬走了？哼，因为我要离开这里。离开？去哪儿？当然是去你的太子宫了。你可真会开玩笑。哼，我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从今天起，我要搬到太子宫中。你说真的？当然。这怎么行啊？一旦被皇帝发现，我们就完了。哼，我们？哎，怎么？你搬到东宫不是要和我在一起？哼，你真是个自作多情的男人。我怎么会和你在一起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真的爱你？你以为我真的离不开你？我已经忍受了你几个月，让一个臭男人天天趴在我身上亲吻，我真的恨不得杀了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样吧，我让你见一个人。他就是你。我？你们是什么人？蛇灵。蛇灵？正是。小慧，你一直在骗我。不错。为什么？当然是为了计划。什么？什么计划？你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你只要明白，从今天开始，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这就足够了。而且，从现在开始，你必须与我们合作，否则，杀了你！啊！爷回来了，将门打开。哦，是。这座偏殿在后院之中，平常没有人来，而且离落水的距离最近，我看就从这里动手。好，你立刻出宫，召集22位堂主，率人分批进入太子宫。可怎么进来啊？大门前的太子卫帅把守得很严呢。你忘了，他现在是太子。哦，是属下糊涂，我马上就去。你立刻下旨，将后园封闭起来。就说要挖一座荷花池。是，我马上去办。还有，立刻通知总坛，就说武堂得手，计划已经展开。是。
我最后见到小梅，就是在大阳山中这座古庙里。大阳山。叔父，以小女所见，蛇灵的总坛必定是在大阳山附近。说说为什么？小梅是九堂堂主，一般情况之下，只要各堂堂主被召到总坛，就绝不允许外出，直至离开。由此推断，小梅与元芳在大阳山中会面，这就说明新造的总坛一定是在大阳山中，而且离那座小庙不会太远。大人，如燕说的有道理。那天夜里，小梅重伤而来，蛇灵杀手随后紧跟。我听为首之人问道：“深夜从总坛出来要见谁？”从这句话不难听出，总坛定然与小庙的距离不远。元芳，嗯，你第一次与小梅见面是在什么地方？柳州的青阳客栈。那么，青阳客栈是不是蛇灵分坛的秘密联络点？好像不是。你能肯定吗？应该可以。叔父，您知道我是蛇灵的六大蛇手之一，可以这样说，蛇灵在天下各道州县中的每一个联络地点，我都清清楚楚，没有柳州青阳客栈。嗯，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不错，大人，我在青阳客栈住了将近20日，除小梅见到标记深夜前来见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哦，如燕，嗯，既然这个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呢？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哦，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为确保蛇灵的隐秘性，总坛有一条严规，除非有任务，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一旦违反，被蛇穴查出便是死路一条。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哦，是这样。如此说来，小梅之所以到青阳客栈之中去见元芳，是因为她看到了元芳留下的蛇形标记。嗯，正是。元芳，你将标记留在了何处？就留在了客栈正堂的墙壁上。如燕呢？嗯，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我换一种问法，以前你每一次和小梅暗中私会，是她给你留下标记，还是你给她留下标记？因为我不常在柳州活动，所以每次见面都是我到柳州后便在店中留下标记，她这才来见我。明白了。怎么了，叔父？这件事与当前的案子有什么联系吗？蛇灵逆党煞费苦心安排巧计，就是为了救出困于寒光寺中的袁天罡。我想他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否则以蛇灵逆党那些人唯利是图的性格来说，是绝不会花这么大的气力去营救一个已经隐遁了10年之久的老主人。而今我们身在京城，被对手牵制，非常被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要想破解蛇灵的阴谋，首先就要找到蛇灵总坛的所在。因此，元芳，你与如燕连夜起身，二探大洋山。记住，绝对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是，我们立刻动身。前路多艰，你们要多多珍重啊！请大人放心，元芳此次定不辱命。老主人回来了。哦，在哪里？已到祭坛。老主人，请。清芳啊，清芳拜见老师。快起来，快起来。怎么样？还好吧？老师，十年不见了，你仍是清健如昔呀。清健是不假，如昔可就谈不上了。岁月催人呐。像我袁天罡，已年逾古稀。做完这次大事，蛇灵就该真正交给你了。不，老师，你永远是蛇灵的主人。警方，事情进行得顺利吗？非常顺利，只待老师一到，便各路并举。我等了十年，这一天终于就要来到了。落轿。哎，好了好了，先拉一趟，一会儿再回来啊。是是是。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
below the video, please leave comment, click like and share.